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！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讲话要清楚？从你想入境开始嘛，从你想入境开始，那个你先想清楚。 他多血，他多血，他妈是要死。太可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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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可
卫生纸。他上来以后，就把他头上一定要出来。是比较帅还是不错？然后出来就赶紧扶下来。下来，你要赶紧扶下来，赶紧。这边就行了，我们算一下，你一定要这样吃吗？你真的要吃吗？我从小我就喜欢吃虾味鲜鱼啊，我从我念小学，我就吃虾味鲜吃到现在三十几年了，我还在吃。虾味鲜就是虾，你要什么？可乐猪，那个一条一条的。可乐猪啊？他们条条一条一条。哦，不要鳕鱼香丝啊。